大家好，好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我代表阿尔伯特省国际医生学会（Alberta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 Association， 简称 AIMGA。阿尔伯特省国际医生学会系一个非营利嘅组织，佢嘅宗旨系帮助外国毕业嘅医生响加拿大嘅就业同行医，同时。 阿省医生国际医生协会系响佢嘅网站提供好多视频、简报、网络研讨会同直播室，佢目的系帮助新嚟嘅移民提供保健知识同了解加拿大嘅医疗系统同睇病嘅过程。今日我哋嚟讲一嚿讲有关新冠肺炎病毒嘅知识。当你 直接接触新冠肺炎病毒或者直接接触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嘅病人后，你应该点样做？我系麦冬青医生，来自中国。响阿尔伯特省，简称阿省，所有嘅居民都可免费接受新冠肺炎病毒嘅测试。响呢个时候，如果你唔舒服，患有新冠肺炎嘅任何症状，去做 新冠肺炎病毒测试系十分之重要噶，因为你唔清楚你患嘅系普通流感、流感或者系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病毒可以感染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少，而且好容易响人群中传播。当人们感染到新冠肺炎病毒后，佢哋嘅症状系不一噶，有时有啲病人系有症状，有时系冇噶。 所以有时候可能诊断你系唔系俾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对患有慢性病嘅人群嚟讲，一旦佢哋接触到你啲病毒，佢哋会有更高嘅风险被感染，而且更加严重。因此，我哋应该严格遵守公共卫生指南。我哋咁样做，唔止单单可以保护到我哋自己，仲可以保护到我哋嘅屋企人。 目前，我哋而家系冬天，而且系普通流感系流感盛行嘅季节。为了缩短等候时间，加速病毒测试嘅流程，新冠肺炎病毒测试先优先俾以下三种居民：第一种系有症状嘅市民，比如咳嗽、发烧、呼吸困难、流鼻水或者喉咙痛。 第二种嗰啲系俾嗰啲市民有亲密接触新冠肺炎患者嘅人群，第三种系嗰啲响新冠肺炎病毒爆发机构工作嘅人嘅市民或者相关人群。如果你患有新冠肺炎嘅症状，或你接触已患新冠肺炎嘅病人，你应该留响屋企，然之后预约 新冠肺炎病毒测试，你可以响阿省卫生局官方网站预约，同时填写初步评估表。你可以打卫生热线电话811嚟预约。而家我哋嚟讲讲，当你新冠肺炎病毒测试系阳性，或你亲密接触患有新冠肺炎患者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做？ 如果你新冠肺炎病毒测试系阳性，或你患有任何一种嘅新冠肺炎嘅症状，你一定要向屋企隔离10日。如果你亲密接触患有新冠肺炎嘅病人，你要向屋企隔离14日。而家我哋嚟讲一讲 isolation 和 quarantine 嘅区别。响中文 isolation 和 quarantine 都可以翻译为隔离。咁 isolation 和 quarantine 有咩区别呢 ？Isolating 隔离系指你要远离你嘅亲朋好友，以防把病毒传染俾佢哋。以下两种情况嘅任何一种你都要隔离。你做咗新冠肺炎病毒测试系阳性，第二种系你唔舒服，你有发烧、咳嗽、 喉咙痛、呼吸困难、流鼻水，但系你冇做新冠肺炎病毒嘅测试。喺呢种情况下，你又要求喺屋企隔离10日，点样算呢？
是从第一日你有不舒服开始算起，或者那日你做了新冠肺炎病毒测试算起。对于细路哥未满18岁，我哋会，我哋会即使佢有喉咙痛、流鼻水，我哋唔会强制性嘅隔离佢哋。而家我哋嚟讲一讲乜嘢系 quarantine、self isolate。quarantine 隔离、self isolation 响以下两种情况下嘅任何一种，你要求要做。第一种系你有亲密接触过新冠肺炎患者，第二种是你刚刚从外国回来到加拿大，那你要在家里14日，因为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后，有些病人14日后才是有症状的。现在我会总结一下什么是 self-isolation。 self-isolation自我隔离 ，quarantine 隔离是指你隔离在家，因为你接触某人可能患上这个病毒，或者你接触的人已经证实患有新冠肺炎，你要在家14日。isolation 隔离是指你要在家14日，你要在家10日，远离你的周边人，因为你新冠肺炎病毒的测试是阳性，同时你或者是有新冠肺炎症状。那怎样算起呢？就是从第一日你不舒服算起，或者是那日你做了新冠肺炎病毒的测试算起。自我隔离 self isolation、quarantine、isolation 隔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好，因为这些措施会有效的防止新冠肺炎病毒在社区那里传播。现在我们来讲一讲，在我们隔离的时候，我们怎样做要保证我们和我们家人或者我们的室友安全。Isolation 隔离是指你不可以离开你的住所。如果你的新冠肺炎病毒测试是阳性，而且你和其他人住在一起，那我们应该搬出你的住所，目的是保护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室友。因为如果你和他们一起住，他们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在某些情况，亚省卫生局会提供相应的酒店给某些市民。一种是新冠肺炎病毒感染成是感染，另外一种是虽然他们新冠肺炎病毒测试是阴性，但是他们是高危人群，比如日常必须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那些慢性病的人员。当你隔离在酒店10到14日的时候，你必须懂得不能离开你房间的重要性。你会被监护、厨房提供餐饮，有个房间是配有厨房的，那你可以煮你自己喜欢的食物。当你准备去隔离的时候，我们即意思话，当你准备去酒店隔离的时候，你应该，我们建议你带上你的必需用品，因为在这里隔离期间，你是不可以离开你的房间的。如果你在家里不能够安全的隔离，选择离家隔离，对于你和你的家人都是最好，是最安全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新冠肺炎病毒测试是阳性，你即使没有症状，你的家人或者室友仍处于 高危的状态，因为他们有可能感染到这个病毒。以下我们讲一讲如何安全的隔离。如果你没有地方可以住来隔离，或者你不可以离开你家来隔离，你一定要在家隔离，那我们建议你避免和你家人直接接触，隔离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房间，不可以共用房间，比如客厅，不可以共用厕所，不可以和你们家人一起吃饭，你要经常洗手，用洗手液或者香碱洗手，至少20秒。我们而且建议你经常清洁你的所接触的物体表面，比如台面、
即係餐桌或者係櫃台嘅表面、門把手、燈嘅開關處、廁所。理論上我哋唔主張你哋共用廁所、微波爐、電冰箱嘅開關處，我即係話把手。廚櫃的開關，即把手，水龍頭的開關等等。如果你一定要跟你們家人共用廁所或者是沖涼房，我們建議當你沖廁所的時候一定要蓋上馬桶，一定要蓋上馬桶，意思是馬桶的蓋子一定要蓋上。你不可以共用牙膏跟你家人。你在你的廁所的時候上廁所，你要經常清理你個馬桶嘅把柄。上完廁所後，你一定要洗手。嗰啲患有新冠肺炎嘅患者，應該喺最後尾用廁所或者係沖涼房，唔可以共用毛巾。如果你哋共用生活場所，應該戴口罩。如果你戴的口罩是用布做的，你应该注意以下的情况。你不可以用手摸你的口罩，如果你不小心摸到它，你应该马上洗手。如果你口罩拉夹了，有污渍了，你应该马上洗你的口罩。理论上，在每次用完口罩后，你应该清洗它。我哋建议下两种布口罩，第一种系100%嘅纯棉口罩，第二种系含混合棉嘅口罩。喺隔离期间，寻求社区服务都系好重要噶。了解社区提供嘅边啲服务，包括食物、药物、口罩同清洁剂嘅提供同配置。许多社会团体与互相合作，来帮助需要隔离的患者和他的家人，以保证你的患者和家人在家安全地隔离，以防止新冠肺炎病毒传播。你的服务体现了当地人对你和你家人的关怀和照顾。现在已经差不多接近我们的视频的尾声了，我再讲一讲你在家里如何使用安全和预防措施来 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室友。我们推荐以下四种的消毒化学剂。第一种是稀释的漂白水，每天你可以准备新的，方法就是用80毫升大概三分之一杯的5%的家居使用漂白水，加入4升的水，然后搅拌均匀。第二种是0.5%的加速过氧化氢液，这种剂剂可以在超市那里买，请根据说明书使用。第三种是高浓度的酒精，一般是70%以上。第四种是市售的苯格氯胺产品，比如 Lysol、Mr. Clean、Win 等等，包括抗菌的产品。如何清洁你的家居？我们建议你用擦两次或两步骤的方案来清洁和消毒你的家。第一步是用肥皂或者是水来清洗那些表面，清除污垢或者是细的垃圾。第二种是用泡有消毒水的干净的布再次擦洗，以消灭或者消灭活新冠肺炎病毒和 其他微生物。当你用完那些抹布之后，你一定要洗干净晾干。现在我们讲到床单，床单我们建议你每周清洗一次或者换一次。关于厨房和食物的安全准则，我们建议你不可以共用餐或碗碟或者饮水杯或者其他杯。当你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有症状的时候，避免为你的家人或者室友煮饭。如果你一定要煮饭，你在煮饭前或者吃饭前，你一定要洗干净你的手。不可以用手接触你的食物，不可以去购物，
包括購買日常用品、食品，唔可以，你可以叫外賣，但你唔可以同送外賣嘅人直接接觸。社會有送食物上門嘅服務，如果你唔知道點樣叫食物或者係點樣買食物，而家我哋講講點樣洗衣服。我哋建議你洗即係換衣服嘅時候，輕輕嘅除。即係唔可以太大動作，唔可以太幅度咁，即係抖動你嘅衣服。我哋建議你把所有嘅衣服放喺個洗衣袋裏邊，然之後一齊放喺洗衣機中清洗。洗衣機你可以用温水或者熱水模式，常規或者消毒嘅模式。一般嘅洗衣粉同洗衣液已經可以消滅新冠肺炎病毒。乾衣我哋你可以用常温或者热烘干。对于干洗衣服，我哋系唔主张嘅。多谢大家。如果你想睇更多嘅视频，你可以访问 AIMGA 嘅网站。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嘅信息，你可以登录亚省政府嘅官方网站。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打电话811。如果你有緊急的情況，比如呼吸困難，你可請指定911。願大家平安快樂。Happy Holidays and Merry Christmas!